放学回来就看见妈妈了。妈妈，我也想你。放学回，放学妈妈就去接你。不要。再生一个不要吧？啊？再生一生啊？生一个妹妹还是个弟弟吧？啊？不要。哎，呀，猫头上，猫头里吃咕噜。你看，这吃的是什么？纳豆米饭。纳豆米饭啊，嗯，还有奶奶强，奶奶强也和你一起啊，嗯。怎么地也得吃饱饭才能上幼儿园呢，是不是啊？那么开封还是躺一会儿啊？好，那你开封上幼儿园。好，那你就快点吃，你早晨起来太早了，6点钟就起来了。你今天多了是这么一个病呢？怎么了？妈妈要回家呀，妈妈要去上班啊。妈妈不用上班挣钱吗？我也想妈妈。放学回来就看见妈妈了。妈妈想你。我也想你。放学妈妈就去接你。不要。咱俩就见面了，哈啊。嗯。放学妈妈早点去接你，行不行？想不想学钢琴了？想。嗯，想弹钢琴。想弹钢琴就得上幼儿园啊！等到周五老师就领着学钢琴了啊！嗯，放假了，妈妈还带你去玩，好不好？啊，好，好好上幼儿园啊！幼儿园有滑梯是不是？一起啊！哎呀妈呀，妈妈长了大，那个滑梯妈妈上不去，就把滑梯就给压塌了，那。嗯，想妈妈的时候就叫叫妈妈哈，等着妈妈，好不好？行不行？啊，等。就玩了一下滑梯，回来之后呢，还要自己拿东西哈。这都是自己背。啊，快点吧，啊。他没有人了。没有人了啊！小朋友的家长都来接，来接了晚了啊。现场的妈妈来的早不早？不早。不早啊，来的不早啊，就这样还。要唱歌呢。嗯。还真忙活，你我妈这是。又是玩具，又是水壶的啊！酸奶，能看到吗？在里边吗，小鱼？妈，还有母豆。啊？没在。嗯，在里边，是不是小鱼？还有母豆。是嘞，嘞，冻啊！一会儿，两条啊。不能吃完。不能吃完就吃一半，啊，吃吧。我一个这个星星。行。妈妈一个这个星星。行。哎呦，好，谢谢你，哈，你吃吧。嗯，好，谢谢。嗯，你也吃。啊，你也吃个西红柿哈。嗯。哎呀，都吃完，吃的真干净哈，看看一饭盒的这米饭哈。这花朵起了。起了是阿卡，阿卡是不是那个花朵？不是。嗯。拼图。是苹果啊，是苹果呀。喜欢苹果啊，好，别的小朋友米饭也是这样的吗？没有。没有啊，谁的米饭漂亮？天下米饭漂亮，是不是啊？哈，嗯，老师说没说？说你的本头漂亮 ，Kile 啊 ，Kile 老师说了 ，Kile 先生，嗯 ，Kile。我心瓦哈奈呢？啊，天下像瓦哈奈呀？怎么能瓦哈奈？4点半了，等去接哈。吃完加餐了，什么都吃完了，小朋友都在那坐着收拾着等着去接了。他说过一会儿，格莫斯就挪到那个大教室，反正是一去一看就在这哭啊。我还没去的时候就在哭啊，就想妈妈呀，找妈妈呀，就一天到晚跟着这个妈妈。你说真的就没丢下过，一天到晚就是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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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想跟妈妈分开哈。刚才我这看着这个地方，也看见了我和山口的婚纱照来了。哎，你看，想当年，山口好像还年轻哈。是没有我吧？啊，对呀、啊，这里边没有你啊。啊，好，等下次我去弄个带新娘腔的放在这里，好不好？嗯。这是我闺女还小一点的时候，我带着我闺女去那地方玩。哎呀！你新娘腔了？嗯。新娘腔，爸爸回来了。哎，你说爸爸，我开丽娜赛。你说爸爸，我开丽娜赛。啊，又给你好东西。我也写巧克力味的。哎呀，巧克力味的。爸爸，阿、啊、姐。
そう。残念ながら硬い。うん。はい。嗯，少吃点哈，吃一半就行了啊。听见没有？爸爸都给你打开了，爸爸给你买的，应该怎么说？妈妈，阿姨干到。嗯。不客气。嗯，好，不客气。嗯。爸爸上地里边去看看水稻长得怎么样。我骑自行车，好行，就出来骑个自行车。太冷，溜达，看鱼，下来看他鱼投影。啊，还看看鱼啊？妈妈，那玩呗。嗯，玩吧。嗯，好，就在这骑啊。哎，这大书包，昨天的剪刀不给力，今天把车上的这个剪刀拿下来了哈，剪一剪这个枝子。哎呀，修剪修剪，有一些枝条都不要了。嗯，哎，走，加油，嗯，加油啊，使劲儿，得使劲儿蹬。使劲蹬啊！哎呀妈呀，真有劲儿！不愧吃那么些饭哈！哎，加油啊！再加油一把！好，好，熬上去了！哎，上去了！嗯，啊，把麦肉枪扔在那儿了哈！看看，我炒了几个虾，哎，麦肉姐，你就会吃了哈！你坐这个椅子行吗？矮不矮？用不用坐你的小椅子？不用，好，吃吧。亲家买的。这是阿姨给买的，我有点阿姨给。行不行？这味道好吃？哎呀，好吃，好，坐好了。书包放这儿。哎，小这儿，好，我后边坐。爸爸说他的阿姨妈。嗯。他想说，哦，开的那塞。我看一下。啊，对哦，开的那啥，你抢到你哄我下辈子呢？你哄我谁爹的蚂蚁你姐？嗯，偷偷吧。你那咱也不要洗。嗯。妈，我不会。妈妈卡木一得的。嗯，卡哇木一得，卡哇。不知道。嗯，这叫卡哇，虾皮，虾皮是卡哇，呢。哎呀妈呀！娜娜ちゃんに来ては、この人は？ダメよ。サングラスしてね。嗯，哎呀，漂亮。嗯。爸爸还拿着这部奥数托尼，眼睛在上次闹的。奥数托尼。嗯。妈，他才给他报了一个什么体操班啊？就是那种。让他跳啊跳，还有跳高的，就蹦蹦床一样的，跳，不要，要拿蹦蹦蹦跳跳啊！哎，就有蹦蹦跳跳的那里，好多，不要，不去吗？嗯、好，那就省钱了。要想回家，哎呦，想给他报一个体操班哈，就不是那种特别剧烈运动的体操，就是让你的身体柔软呐、平衡啊，这种什么各种各样的什么，一个月就一次，一个小时300块钱一个月。なんで二週間に二回？就是一ヶ月一回大概。なんでそれで6000円？哦，初期2000円にせる、2000円増やして二回にせるって言った。嗯，でもこのクロスキはどうかしら。なんか、もし二回だったらね、一回は相当、相当は暑くて、この人、この人、太いな。いいね、心配の。お外で遊ばんば、小ガキは。ない。ね、今ちょっと、来月するの、まだ外が暑いね。ちょっと今年はとりあえず一回で、ね、慣れてから。あ、好啊。来那个呢？プールがいい。いらん。プール。いらんい。その意味が毎日早めに
去开路的。同学在一块玩吧。同学在一块玩吧。所以见。네옆옆에兄弟もいないし友達もいないし多分その夏は降りたい兄弟就这个孩子就是说不怎么俺闺女就有点什么毒草驴就是身边没有兄弟姐妹也没有什么朋友也好像和班里边的小朋友也没说是多么好啊和人家能嘎活上来的不要跟性格也有关系的嘛みんな優しいけどねこの前も私が迎え行った時自分のそのたあなんか運動服その汗がね濡れて先生が外に干してるの私が取ってああひな多分ひなと同じクラスの男の子ねが取ってひなちゃんにやるのね優しいのねあ私いたらすぐあれひなちゃんのママ伊朗什么伊朗你别家都有个兄弟姐妹啊这也没有兄弟姐妹。再生一个毛一人死咕噜一路啊再生一个不要吧啊再生一个生啊生一个妹妹还是个弟弟吧啊哎呀毛不上毛一人死咕噜一浪一浪一浪都不要嘛要一个吧和你做个伴儿。不要啥你不要妹妹弟弟啊嗯不要啊哎呀妈呀不要妹妹弟弟啊就是想妈妈。哎呀妈呀，就是想妈妈呀！这干什么东西都是想妈妈吗？嗯。哎呀妈，能不能不想妈妈？想。想啊，还就是想妈妈。嗯。哎呀妈，在家就不想妈妈了，一出去就想妈妈。嗯。哎呀。